笑着笑了，不笑你。这是我看过最孝顺的女儿。大家晚安。我昨天晚上听我阿姨，就是我母亲的妹妹，在加护隔离病房，我就我想讲明仔载拜三，我就想要来遮唱歌。那唱这歌嘛是代祝福。可是我又犹豫，我的音乐老师他很忙，不好意思，就今天来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报名，那非常感谢大大。那我的母亲跟我这个阿姨，就是她亲妹妹，两个在十多年前都已经失去老公，所以我今天就用这首《给阿》。我揣摩，虽然我没有家庭没有小孩，可是我就那是第二首啊、哦、我们先唱第一首，我们会有给啊。对，那前面这一首我先唱给母亲听，青春悲喜曲。我的母亲民国26年死的，所以我因为她在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学闽南语的老歌，就是台湾的歌谣。因为我父亲是湖南人，从小不允许我讲台语，所以长大后我把台语讲回来，台语歌我也学回来，青春悲喜曲。这些歌都是从小听母亲哼的，那我现在就是那个曲很熟，我长大就是这几年再把它更精准一点。Thank you.
这个奸夫淫妇的奸夫很厉害，搭档真的很厉害。没有没有，几分钟前才告诉他我要唱什么歌。对，这首歌我马上，我这首歌没听过，听都没听过。对，真的是没听过了。嗯，好，我们要唱第二首歌了。嗯。